闭嘴！放我下来！你再出声，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一刀把你舌头割下来，让你吞下去。说到做到。老大，别跟他废话，前面就到凌云寺了，等会儿咱们用迷药把这丫头迷昏了，怎么样？赶路！好。 公主没事吧？公主，公主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现在才来？这帮贼人竟敢对本公主大不敬，一个都别放过！好，公主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我不走！你们先把这些贼人抓起来，让他们不得好死！饶命啊，公主！饶命啊，公主！公主。 你给我起来！公主，刚才就是你打我！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！公主！ 好剑法，蠢啊！是不错，但还比不上你家郡主以命救人的果决啊。公主，可有受伤？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啊？我没事。没事了。 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虽然你立了功帮了我们，但是你牵扯此件朝廷重案，必然知晓些内幕，所以我们不能放你走。你再多嫁我几刀。 我可就爱上你了。你，都住手！郡主，虽然他也涉案，但若不是他提供线索，我们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成功。说起来，他也是将功补过，不应该以罪犯视之。至于他知道多少事，我相信他是愿意说出来的，因为这也将是他不被降罪的条件之一。